我和我拥有的一切都属于你。你征服观众，我才不想靠你说什么恋爱炒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唐丁丁。今天呢，我要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位。就是你们看到这样，我们在一起了。我和他呢，是在做一个梦给你选角的时候认识的。虽然他不承认，但是我觉得他对我就是一见钟情。他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呢，就是这样，拍拍我的肩膀，嘿，同学。然后我一转头就发现了一个羞涩的男生在看着我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我对他一见钟情。你怎么承认了？那希望能得到大家的祝福，拜拜。你怎么这么紧张？我又不是演员。不像你们经常面对镜头。小鹿哎，哎，居然是小鹿哎！咱丁丁真是好眼光啊，小鹿这孩子不错的。你看上次咱们去剧组的时候，他对咱多热情啊！热情？我看，他就那时候开始生的鬼主意。臭小子，看我不收拾他！干嘛去啊？提刀！哎，人家丁丁官宣了哎！我看到了。呀，内心毫无波澜啊？不会吧？我就把丁丁当妹妹，我俩从小一块长大的。这姑娘从小就怕唐玉，不管有什么心事都第一时间跟我说。现在感觉吧，之前跟着我屁股后面跑的小姑娘长大了，还谈恋爱了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不过啊，女朋友可以换很多个，但妹妹只能有一个。行，看在你这么多年啊没有祸害丁丁的份上，算你还是个好哥哥。我告诉你，你慢慢的就会发现我越来越多的优点。我现在是浪子回头金不换。你这个浪子啊，真不怎么值钱。这衣服还挺合适的，卖给我吧。多少钱？给我打一九折。1亿，不打折。
一个艺铺打折。小花卷现在越来越可爱了哈。嗯，收拾完了？嗯。嗯，今天刚洗完澡，可香了。嗯。嗯，怎么还有点眼屎啊？别动啊，你擦擦。这边。乖。怎么了？怎么老看着我啊？嗯，没事啊。嗯，真听话。你今天怎么这么平静啊？嗯？丁丁可是因为怕你看见官宣视频生气，在我这儿打了好多预防针呢。我觉得陆之行还不错，这个没否认了，所以我支持他们可以公开。再说了，既然他们俩选择在一起，不公开的隐患会更大。嗯，我只是希望丁丁能够踏踏实实的做一个好演员，不会被工作影响到他的生活。你可真是个绝世好哥哥啊！来，花卷，你说是不是呀？是不是好哥哥？来，你到这儿来吃。跟着我走啊，到了。嗯。三、二、一。剧场剧场，唐玉，没想到你还挺专业的。我特地去考的驾驶执照。Thank you.
这份是婚前协议书，我知道你们两位为了唐鑫付出了所有，不过也请叔叔和阿姨放心，从今天开始我们家也会为了唐鑫付出我们的所有，请您先过目。阿姨，自愿将全部财产转移到我名下，如果婚后有对不起我的行为，自愿净身出户。没错，哎呀，这可不是儿戏啊。两位亲家，亲家母没关系的，我们呀从来不干涉唐玉的事情，只要他想做我们就支持，而且唐玉的性格我了解，他绝对不会做对不起唐鑫的事情，这一点你们可以放心。金教公，你也看到了，我儿子呢他是诚意十足，他是一心啊想把你女儿娶进我唐家啊。哎呀，大兄弟，我们也是唐家呀。对哦。对呀、啊，以后就不用分孩子跟谁姓了。是啊，对，那么多生几个啊。行行行，听你们的。哎，这日子啊，我们也商量商量。可以可以，没问题。婚礼要在夏天办，穿礼服漂亮。可以可以。收到了啊，尽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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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还没准备好。唐玉小时候啊，瘦瘦小小的。经常受小朋友欺负，他也不会骂人，也不会打架呀，他怎么办呢？他就收买别人。他用我跟他爸给他零花钱去买泡泡糖，偷偷带到幼儿园去，谁对他好他就给一颗，谁对他好他就给一颗，然后没多久全院的小朋友都成了他的好朋友。但是过了不久，老师就找我谈话了，说唐玉妈妈，你能不能不要给他零用钱买泡泡糖了，再这样下去的话全院小朋友都成蛀牙了，我怎么跟其他父母交代呀。哎呀，我们家唐鑫小的时候糗事也不少啊，一开始别的孩子欺负他，他呢回家就求他爸爸给他买那个纹身小花贴，哟，就装模作样的把那个小花贴贴在胳膊上，就成了小花臂了。他壮着胆子去教训那些欺负他的孩子，吓得人家直叫他大哥。好，以后让大哥管理您。来，怎么了？不是闷了？哥们带你出去转转啊。那我们先出去转转，你们先吃。哎，去吧去吧，反正我们的话题你们也不喜欢。对，俩人出去聊聊啊。好，去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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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世界。是啊是啊，来。你刚刚是不是故意的，当着我爸妈的面对我动手动脚？那不是看你在里边待得不自在吗？脸颊都红成什么样了，不知道他又有没有烧起来呢。你说他们大人聊天就聊天，为什么非得拿我们小时候的事情开玩笑？你小时候那么优秀，处理事情那么有脑子，我小时候有什么可说的？谁说你没脑子的？你都知道拿着纹身贴来狐假虎威呢，你还说？好吧，其实双方的父母他们也不互相了解，除了能聊聊我们，还能聊什么？说的好像也是啊。嗯。对了，你什么时候准备好了婚前协议？我都不知道。除了这么重要的东西，怎么能提前让你知道呢？其实我准备去求婚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，以后不管是我的钱还是我的人都是你的。好，那你以后只能是我的，我也只能是你的。哎，那我以后是不是要给你零花钱啊？
可以啊，想给多少？嗯，我想想啊，我上个月看综艺，有个特别有钱的一线男明星，他老婆每个月只给他5000块钱，那。那我给你6000块钱够吗？可以啊。真可以啊。随你了。我连命都不要了，我还在意那点钱吗？户口本带了吗？带了。身份证带了吗？也带。还缺什么吗？缺人。先给你看个东西。好。我漂亮吗？漂亮。再不走的话，人都要下班了。还休息来了？恭喜你啊，娶了一个漂亮的老婆。我的荣幸。这次可正式官宣喽。要拍照啊，得拍里面的。嗯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了。以前你不说男朋友没有脸，现在结婚了，得把脸补上。还记得这个事情？行吧，那我就勉强允许你在我朋友圈露个脸。嗯。婚了，哇！恭喜哥哥嫂子早点生小糖糖哦，伴娘预定。恭喜恭喜、嗯！我怎么这么想哭呢？你都嫁人了，我连男朋友都还没追到手。恭喜！可以收到这么多别人的祝福。哟，很少看唐总发朋友圈嘛。今天很特别、啊。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再发个微博啊？我的书粉们给我发了私信，还有评论，让我多秀恩爱，多发微博。嗯，下一个。我结婚喽！哎，你这样会上热搜的。搞定了。行吧，那就偶尔高调一次。不过啊，唐玉。我爸说了，虽然我们领证了，但是如果你以后敢欺负我，他就会提着刀来南港削你。那他可能都过不了安检。这话你敢当着我爸的面说吗？当然敢，有什么不敢？别装了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每天都跟我爸发几十条微信，他那些不靠谱的养生帖你都要回复。那当然得回了，要是不回的话，他们怎么知道那些都是不靠谱？哦，不过我得纠正你一下啊。嗯。不光是你爸了，现在也是我爸。好，宇宙第一好女婿，给你官方认证了。是不是现在得给我一个奖励了？什么奖励啊？说说吧，怎么跟腾讯说我的？就是以前霍成东说有一个十分制喜欢，就是用在你身上特别合适。仔细说说。如果喜欢分十分的话，五分就是你想追他，六分就是开始行动，七分喜欢就是你想吻他，
八分呢，就是你对他有那个冲动；九分、十分就是想结婚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原来是这样。哎，你听。啊，疼！从今天开始，你的副卡我全给你收回来，别想从我这儿拿到一分零花钱。哥，你要是嫌我副卡的话，你把片酬先发给我呀。想得美。你回来了，唐总。我做好饭了，马上就能吃了。
欢迎回归时光影业，唐欣老师，以后请多多关照喽。这个是公司新做的卡吗？之前都没有哎。准确的说，这是第一张。唐总吩咐发的。我看不是第一张，是唐欣特制唯一一张。唐太太，新婚快乐！嘘，唐太太，你们领证了？陈总编，我改天给你发喜糖啊，我先出去啊。领证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低调什么？都发朋友圈了。也由陈总编去看朋友圈看门少，知道的晚。恭喜老板娘，贺喜老板娘！你看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给你准备的新婚礼物，喜欢吗？喜欢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好好看。这个呢，就是唐总为我们唐欣特制的胸牌，哇，上面写有小心心。这个意思呢，就是人是我的人，剧本是我的剧本，你只能是我的，被我老板掌握的手心。老板娘，你们这对 CP 我磕定了。哎呦，我求求你们了，别叫我老板娘了。不要以为自己做了老板娘就可以偷懒啊。为你高兴，谢谢，祝你幸福。既然你们都叫我一声老板娘，我也不能太小气。下周有想吃的东西吗？我请客。谢谢老板娘，老板娘万岁！来了来了，最后一道甜品来了啊！哇，你好厉害！哎呀，呀，你们这一对对的可这杀狗呢！哎，他俩都领证了，你俩啥时候呀？哎，不对呀。今天不是来给我们俩庆祝的吗？干嘛都围着鹿头了？八卦一下怎么了？哎呀，吃妹夫的醋了。妹夫，那就现在还不能算妹夫。文芳没认证，爸妈也没认可呢啊。妹夫确实不合适。据我所知，哥哥，你还比鹿岛小几个月吧？而且你们上学的时候关系那么好，亲如兄弟，要不？叫一声嫂子说。唐丁丁越来越过分了啊，你现在是胳膊肘往外拐的发型。开玩笑，叫什么呗，那有啥的，叫着听一下。你叫我叫什么？好来来来来来来，朋友们进入今天的正题啊。各位先生们女士们，我们的好兄弟姐妹们，昨天是我们的唐玉先生和我们的唐欣小姐正式领证的日子，鼓掌。好，那么我们四个人啊，一个都不能少，每个人说一个不重样的祝福。我先来，我祝你们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。这简单的词儿都让你说了，你让我们说什么？挑着什么说什么呗。我说吧。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我祝你们早生贵子。这个好，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不行啊！我祝你们晚生贵子，先快完。哎，是我闺蜜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到我了到我了。我祝哥哥和嫂子能好好工作，恭喜发财，这样就能给我多花零花钱了。哎，好可悲哦，你个小财迷呀！以后我给你零花钱。来来来来来，哎呦，我酸死了。收。我们进入今天的最重要的环节。请大家欣赏我们双唐的求婚视频。哇，怎么还有这个？这个我要好好看。什么鬼啊？这是？你知道在找什么吗？这不是求婚吗？这干嘛呢？他那天不戒指掉了吗？你这好好的求婚视频怎么搞成搞笑视频了？你那个戒指就是在这儿丢的？是啊，刚想求婚找不着戒指。你着急的呀你。哎，别说，这是我布的机会啊，这是我人生一大败笔。难怪你，好的导演还是有好的演员的，他们俩不行。哎哎哎哎哎！唐宁宁现在都这么勇了，唐玉你都不管一管呀？啊！宁宁又干什么了？啊！今天是真爱，人家怎么不能勇了？再说了，你又不是鹿岛。你这话说的，我现在倒是真发现了，这真爱这个东西，随时都有可能发生。你要是不介意，咱俩再试试呗，凑合凑合。哎，你就贫吧。有情况啊！这样，咱们视频也看了，
饭也吃饱了，咱们今天不醉不归，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，喝口酒呗。时候不早了，大家先回吧。不是，这就赶我们走了呀？这酒还没喝完呢。人家刚刚领证，你要跟人家不醉不归，你脑子坏掉了？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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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走了，我们走了，走吧。啊，你们就走了？嫂子，新婚快乐啊！新婚快乐，不用收拾了，不用收拾了。拜拜，注意安全啊！那个蛋挞记得吃啊！拜拜，啊，记得吃，很甜的。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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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。才十点，你怎么把大家都赶走了？我本来还想跟大家玩通宵呢。你要想通宵，我可以陪你。唐月，是不是早就等不及了？嗯，我当然等不及了。等等，你都对我爸改称呼了，那我呢？老公。结婚可真好呀！你想结婚了？哎呀，没有，我是说，我哥和我嫂子结婚真好。你说我哥以前那么无聊，玩笑都不会开的一个人，现在突然就变了，撒娇耍赖，哄老婆开心，样样轻松。是啊，一个好的感情，确实可以改变一个人。所以我改变你了吗？反正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和一个人看不爱看的电视剧，也没有想过这个人会絮絮叨叨说很多事儿，陪他网购选衣服，兴致来了还要点一顿宵夜，然后第二天饿肚子减肥。所以你是在怪我了？没有。玲玲，我很喜欢现在这样的生活，我想和你就这样一辈子。那你想结婚吗？等你准备好了，我随时都可以。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那天在电影学院看中我。谢谢你让我找到自己喜欢的事业。谢谢你给了我全世界最美好的爱情。晚把我约公司来，唐总让我跟你对一下下部戏的服装预算，催着紧着呢。这么热爱工作，不像你吧？哎喂，陈总。傅总，今晚的酒局缺你不行啊，赶紧来啊！我就不喝了，我最近戒了。哼，你们喝开心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应该是断电了。我那些文件都还在电脑里面呢。今天估计这个服装预算是对不了了。
那改天聊。哎，那个门现在估计也打不开。No。那要不然，你今天不是说戒酒了吗？酒吗？还是要跟重要的人喝。有多重要？要不我们试试？开玩笑的。是吗？这位先生不错嘛，宽肩细腰大长腿，跟我老公有的一拼。所以还是没有脸了。脸？脸当然是我老公的最好看。你觉得我好看吗？当然好看。啊，所以看来是犹大设计师设计的衣服好看了。是人比衣服。知道我刚刚在想什么？你一定在想，我什么福气啊，可以娶到这么好看的老婆？当然不是。其实我在想，如果说这四年不是你在坚持，我会不会就遇不到你了？不过现在这样挺好，我很幸福。不会的。
从四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开始，我就认定了你是我此生最重要的人。就算四年前我们没有相遇，我们也一定会找到彼此的。唐月，你就是我此生注定要找到的那个人，一直是你，只能是你。花卷，啊，花卷，卷儿，花卷，花卷，花卷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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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呀，卷儿，哎呀，我唐总呀，别找了，他在这儿呢。来，快抱着他！咋这么不听话呢？那，再给你看个东西啊！我猫的天哪！请问他跟我配吗？不是说好的是独一无二的吗？你记不记得那天我让你下楼买药，然后你一回来的时候，我正在疯狂的运动。我本来打算那天就给你求婚的，结果没想到戒指找不到，所以后来我订了一个一模一样的。就是我都跟你求了一次婚了，你是不是也得还我一次？行，坐下。唐先生，请问你愿意跟我结婚吗？不是导演，怎么这么敷衍啊？这个，我答应。来，我们大家来个不敷衍的，好吧？来，3、2、1，开始。
好好加油。